强劲的双手反拍直接打穿对手防线，穿着荧光战袍的台湾二哥王玉佐在高雄海硕杯男网赛第一战遭遇日本选手松井俊英，王玉佐一开赛就强势主导战局，第一盘以6-1强压对手。第二盘松井俊英试图往回颓势，加上高雄酷热让王玉佐陷入苦战，战局一度呈现焦灼。不过到了决胜关头，王玉佐挺住压力，并且在三末点迫使对手回击挂网，最后王玉佐就以6-4惊险收下第二盘，并且以直落二晋级。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不同的地方是，就是我马上准备下一分。